精英杯周日在将军澳运动场上演 B 组赛事，有李文硬撼蓝衫的杰志，为了争取四强席位，两军打到尾段都继续抢攻。梁家恒87分钟接应队友头槌二传一顶，可惜你又顶中未啊！好时阶段，李文有干沙利斯接应黄元坤传送门前撞入，将比数改写成3-2。李文亦都成功保住呢个比数，到到完场击败杰志，全取三分，以较佳对赛成绩登上榜首位置。四强战将会遇上梦想 FC， 东网体育报道。